的秘书哦，没有你我该怎么办？你的歌词呢？今天要叫唱新的军歌，快去拿。舒淇，你也我就知道舒淇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这么快就调试过来吗？该怎么弥补呢？ TVBS 四十二台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《女兵日记》。中文中文